球欢乐多。我们奇妙星球有四个星球，如果说让在这四颗星球当中选一颗居住，各位会选哪颗星球？为什么？好好笑。好好逛，之前太宅了，现在想出去多逛逛，多走走。在住在好好逛，然后没事去好好笑待一会儿。在奇妙星球，所有的愿望都会成真。各位能不能许下一个你最想达成的愿望？许完了，不能说。谢谢你们，希望这个愿望成真。希望奇妙星球的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天天开心。我也希望你们大家每天都是没有任何烦恼。请做出一个好玩的表情，然后让左手边的嘉宾评价。朋友蛮可爱，在模仿，在模仿，可爱至极，可爱至极，喵。那我啊，我做这个吧，还挺破相的，对，连着的啊。猫眼、狗眼、咕噜咕噜、耗子眼，这个可爱啊，耗子眼就最可爱了。眼妆还在吗？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的手上滑一次，你就能穿越到一个地方。各位想穿越到哪？为什么？可是我不能真实的说，哎，这说出去怎么办？我只能官方点。我相信，我想穿越到还因为爱情有多美的时候。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我都想去看。你看这朵回答的多好。你说我学习一下，真的想都想去。此刻啊，我突然间想穿越到就八年前我们俩演这场戏的那一天。就那天在现场嬉戏打闹，然后记不住词儿，然后笑场被导演那个各种笑场。我们的网友说这个噪音怎么解，真能处。有事儿他是真回应，好多人觉得很敏感的问题，你却敢大方回应。而这个网友说他在生活当中其实挺懦弱的，能不能教教他该怎么变得像你这么勇？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做自己是最好的。人一共就活三万天，不能就是说天天活在小心翼翼里啊，为难自己啊。我觉得一定要释放自己。但我尝试过很多角色，想问问在这么多角色当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很难呐。我比较喜欢没那么傻白甜的，因为有一些主角光环吧，他那个本子就是变成好像所有人都知道，然后就这个女主角不知道，很委屈。但是真的下面很多小朋友跟我交流说，张天爱这张脸看不出来他委屈。因为我觉得演员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，可能我们三个还没准就又转到一起了。对，真的是缘分，我也很相信缘分。第二个环节叫做信封接龙，现在呢会给各位发三个信封，然后呢信封旁边有彩纸和笔，可以在上面写下一个问题，由下一组嘉宾回答。我们只能提问题吗？还是说可以提要求？都可以。真心话大冒险。你们有时长限制吗？可以解。我想请他吃个汉堡，两个现场吃完。我买好汉堡留在你们这儿还不行吗？彩纸上放在信封里。我怎么净干这种事？我服了。我觉得我太会整人了，真的。啊，我写的是想请您做一个搞笑的表情。这个好厉害，这个好厉害。这个我想了一下，我要是说在现场请他吃两个汉堡，必须吃完吧，我还得花钱。这个你要表演好了吧，这个还是是个好演员，就是要干勇敢的事情啊。最后一个叫 slogan 大挑战，请用最性感的声音读出我们抖音美好现场的 slogan。 够性感吗？很性感。真的假的？点赞评论这条视频，抖音演出送你惊喜好礼。快来抖音美好现场见证每一份热爱，上抖音看演出，直播精彩，演出未来。好酥啊！怎么长了？长大了。好，该天爱了。